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也请大家捕捉画面。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耶。以前有过在这种礼堂里面，然后有很多摄影师对着你来接种疫苗的经验吗？说实在的，我不讲好话，是流感疫苗长了这么大第一次哦，因为以往我都是在忙嘛，是什么疫苗我都不懂，对，所以没有打过。是那个是今天我是因为找我去，所以我才这我是讲真话。那后来呢，我去年的身体检查之后，那个主治医生说，看到我的那个健保卡，他说：“哎呦，难怪哦，难怪陈时中那么喜欢你，是怎么了？你的第一次是让我用的，我那张卡是83岁才用的。”哦，哇，健保卡哦。哇，哎，养生有道啦。那我没办法，我说我就这样子哦，天天这样吃，天天这样做，天天这样睡啊。哇，我就这样子，来吧。好的，哎，我帮你先把麦克风放下。好，说归说，打归打，好像也是有道理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先把手稍微放松一点，对茶油。好，要我手茶油。这帮阿姨真的很可爱。那我们请宜山妈妈可以先上来评估区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也请大家捕捉画面。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耶！哇，要不要留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